棒同埋 SS Shiny 嘅卷发棒究竟有咩分别呢？ Instala 咧同 SS Shiny 最大嘅分别咧系啲咩呢？咁我哋先讲下 Instala 先啦。咁佢咧呢一个铲毛咧就会比密度比较高噶，咁佢就会好容易咧令到啲头发咧好顺滑，咁就唔会棘住啦。除此之外咧 ，Instala 咧佢仲会自己识得转噶喎，咁咧我哋喺做挛嘅造型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容易啦。咁我今日咧呢个造型就系用咗呢支 Instala 啦，咁咧好明显咧我用完之后咧就觉得好有光泽同埋好自然啦。咁咧加上我用嘅时间只系用咗大约5分零钟咧就已经可以完成咗呢个造型啦。咁咧我觉得佢有一样嘢做得好好嘅咧，就系我一卷嘅时候咧佢可以大幅咁样卷，咁就令到我哋嘅用嘅时间就更加快啦。咁咧就到 SS Shiny 啦，咁 SS Shiny 咧佢就会比较轻身啲啦，同埋加上佢嘅一个梳型设计，咁我哋咧用起上嚟嘅时候都会更加容易上手噶。咁除此之外啦，佢呢一个咧佢个面积就比较细小啊，咁所以咧我就会比较容易贴入我哋头发嘅发根位置啦，咁佢就可以好容易做到蓬松嘅效果啦。